台湾女星陈乔恩近日去到马尔代夫拍摄，顺便享受阳光与海滩，一边工作一边娱乐。她最近在个人社交网站上传了在马尔代夫的靓照，照片中乔恩身穿一字领露肩衫，长发随风飘动，网民大赞她仙气十足。经常被称为黄金剩女的乔恩，年龄即将踏入四字头，但感情仍然未有着落，不时被网友催婚。她有感而发，保持你的纯善和善良，你可以选择把日子过成诗，你爱自己，生活也会爱你，给女人。